嗨 ，Vogue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侯佩岑。卡地亚这个珠宝品牌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它的辨识度非常的高，它同时呢是法国顶级的百年老牌，它原先都是帮贵族、帮皇室打造珠宝的，所有的珠宝设计都是像艺术品一样，珠宝的大小、甚至它的形状、它的雕刻，都是为了一样艺术品特别打造的，这个就是它珠宝非常稀有而且很特殊的地方。代表卡地亚的系列有很多，包括高级珠宝当中的 Tutti Frutti， 或者是我们熟悉的美洲豹系列，甚至是 Love 手环，这些都是我们想到卡地亚的时候会有的画面。这一次 Color Artura 的展览当中，我自己觉得最惊艳的作品就是我身上佩戴的这一套 Ostinato， 它的不对称设计我觉得是相当有巧思的，它用了橘红色的珊瑚配上紫水晶，这两个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颜色混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完美和和谐。以上就是佩岑60秒带你了解卡地亚，你们喜欢吗？